可以吃了。好闷啊！你看这块肉，肥瘦均匀。好漂亮啊，这个肉，这块肥肉太肥，我就不要了。不要这么大包。不要，太肥了，太肥了。我已经胖了30斤了，不能再胖了。就你感觉你感觉你的味觉跳了，在跳动了。但鳗鱼没有最后吃的，我操！那我们换一个吧。你想吃这个？那算了，还是这个。我这个太腻了。你别给我。怎么下口？它是蓝莓，不是特别纯。你留最后一颗蓝莓就吃完。你看外面包那个糖。我们现在要去买东西了。傻逼！再说一遍。